在大纽约地区长岛、芝加哥、华盛顿、费城、大西洋城，通过有线电视和数字频道播出，覆盖超过1000万户家庭。新唐人英文 YouTube 频道近期广受关注，目前频道订户数已超过115万，每天仍以近万订户数增加。